这个姿势不要停，然后双手继续的给他挥动。没有啦，来，我们让我们前面的摄影师拍张照片好不好？好，谢谢我们的 Hakim Girls 带来热情活力的舞蹈。没错，来自我们高雄的优质舞团。没错，刚刚看完那么多不一样地方的舞团，大家有发现大家每个舞团都有每个特色吗？没错，像这一团就高颜值啊，腿很特长这样。是，来，在我们舞台上节目进行的同时呢，我们外面我们的顶袍也一一的要来入庙了哈，所以我们两侧的朋友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哈，然后记得我们车子呢不要挡在我们正头的道路上。没错，好的，那我们右手来，右手边的摄影师，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相机，把握精彩的一刻。我们的北港舞德宫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哈，有我们在地文化特色的顶袍，以及我们多元化的地点舞台，所有的不一样多元化的活动呈现。没错，来，左边的摄影师们，休息一下。没错，我们两个要来展现我们的绝活。通常呢，看到 Ohio 定点舞台的表演，大家的既定印象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有人想说吗？互动游戏，互动游戏。哇，还有，现在还没有要玩。还有，对我们 Ohio 定点舞台既定印象是什么？晶晶都拿麦克风了，看到我拿这支是什么？喊口号算吗？最近有蛮多选举场，最近很多口号。好，我跟你说，大家对 Ohio 定点舞台的印象就是都是晶晶在唱歌，都是晶晶的声音。对，其实我们团各个都非常多的绝活，对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强项跟领域。没错，我们安安呢最近啊也越来越厉害哦，他也有勤练主持，还有我们唱功的部分。想不想要听安安来唱首歌？想，但今天不是安安唱。喂。卖什么关子，来，再一次，想不想听安安唱歌？耶，那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晶晶。喂，欧美来，没有啦，我们今天呢一样啦，首先要来热场一下。没错，我觉得大家刚刚都还不够嗨，因为大家都看人家跳舞。我跟你说，他们都很现实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海报没拿出来，双手都舍不得举起来。来，看到海报，双手要举超高，一二三，来一点尖叫声，一二三，对嘛，这种热情才对。来，我们的海报线上来了，所以你们的热情呢，活力呢，活力在哪里？来，想要拿到海报的举手。然后后面的好朋友，你们好，看不到，想要拿到海报的举手。哇，弟弟好高啊！跟你说，我们 Ohio 呢，主攻小朋友，小鲜肉就是我们的小孩。每一位小弟弟都是他的男朋友，没有，是老公，老公，现在老公晋升到老公了。哇，灰帽子的是不是？我等一下第一个丢给你啊，你要准备好哦。OK 哈，啊，你手没有举高的话，我就会往这边丢喽。OK 吗？来，哦，欢迎要带来一首精彩的唱跳表演，带来这首芭比的触电。来，双手在哪里？你看，我就说这些人很现实吧。来，双手举高，先给我们喽。一旦的出现，想要无时无刻有你陪伴我身边。左右，双手。什么方法爱你才会永远不再变？来了。身边，初恋的那种感觉。
冒险。爱的魔力转圈圈，给你思念，你的笑容就在眼前。只是我害怕，爱情只是一瞬间，再也回不见，怎么克服危险？
们暂停那个 pose， 尤其是中间这一个，很坏很坏，有没有？来，我们雪克甜心，我们安排一个时间，让我们摄影师拍张照片好吗？好的，那我们中间的摄影师准备好，我们中间请来。哇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好，我们这来自台南的雪克甜心呢，由我们简简所带领，每一个都是身怀绝技耶，真的，而且他们很许多都是科班出来，哇，好厉害哦！想起要劈腿，我可能情场上比较厉害，喂，而且难怪刚刚看他们跳舞啊，你们发现身段非常的漂亮，很柔软呢，没错，那个细节都处理得很好，而且他们的道具也是非常的用心，对，还把我们的椅子都扛过来了，对。我就说我们还有下一次要不然吞火吗？耍剑呢？得耍剑吗？喂，哪一个剑？哎，好的，来中间的朋友，中间 OK 吗？来挥挥手哦。哇，你看我们越晚是越来越热闹，真的越来越多阵头都来到我们了。没错，所以大家很开心可以在这边齐聚一堂。好的，那么右手边的朋友，来右手边的朋友。有这么美好的、这么优秀的活动策划，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的太子活动企划。来，来点我们的，来左边的朋友，我跟你说，通常这个时候我都笑到口红都干了，有没有那种感觉？转头过去都要这样。对，这是摄影师看不到的另外一面哦。没有，是大家都看不到的另外一面。没错。来，我看到了。来，所有的朋友，我们的舞台正前方有排我们的鞭炮，所以请我们两侧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，好不好？尽量的靠近我们的舞台，好不好？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。来，中间，来最后一次哦，中间的朋友。来，没有拍到的好朋友，麻烦挥挥手。哇，你也看到。我们的新歌一一的要来入庙啊！其实一个阵头，一顶神轿，最辛苦的莫过于那些更丢的人呢。旁边的工作人员，没错。所以我们要提升我们的阵头文化，就是从最简单，我们所有平凡人做起，好不好？来接，真的非常的热闹哦。OK 吗？来，我们中间再一次哦。来挥挥手，来看一下中间的摄影师。我跟你说，是我们说越晚要越热闹，对不对？越晚要越嗨，舞团不够。我们还有没有看到我们后面这一个 DJ 台？舞团不够是不是要来 DJ？ 我们请到了台湾非常当红的女子 DJ， 非常正。有谁知道是谁的？来举手，我送小礼物，神秘小礼物哦，神秘的，今天额外准备的，别人没有的，对，加码送的。来，一二三，我要看谁举手最快。一二三的喊出他的名字好了，一二三。哦哦，你后面的你来，来大声的喊出他是什么名字。耶，恭喜你获得我的握手一次。好了，老梗永远玩不腻。对，今天除了我们震到不行的 DJ 坤娜以外，还有我们的 Party MC。对，一个 Party 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要有人带动大家。对啊，像我们这种三角包公夫，对不对？海报一直都没有人要理我们，一定要请出海报，大家才愿意举手这样子。我们今天的 DJ MC 啊，都非常的用心，而且非常的有名呢。而且他们还带来除了海报，带来自己的周边，小周边，对不对？太厉害了！我跟你说，这两位都是我非常追很久的偶像。对，我们的坤娜跟我们的 Arena， 真的，坤娜跟我们的 Arisa， 对不对 ？Arisa。Arisa， 对对对，我们的 MC Arisa 以及我们的 DJ 坤娜，你们准备好要 party 了没？哎喂，你们的热情在哪里？喂，坤娜，我跟你说哈，如果是这种热情，你等一下大概30分钟就改放10分钟，好不好？大家欢喜的喝，来准备好。